又欢迎各位朋友嚟到家国生活。咁今个礼拜咧，又我哋亦都继续讲翻咧就武汉肺炎。咁在座你见到有好多位人才济济啦。咁啊又系有我自己本身咧就Alex 啦。咁就喺我侧边就有谭国成，你好，约克区教委 Ronin 中文名系咩啊？林敬豪，林敬豪亦都系约克区个教委。仲有 Peter Lau 就系我哋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博士。咁啊，同大家打个招呼先。Hello， 各位，我中文名刘振宇。吓，仲有 Jeff Tam 啊，我哋个经济家。多谢。好，今日嘅要讲嘅所有题目，Jeff 咧，你可唔可以帮手主持？咁，高兴。如果咧，你而家听到系有细路仔翻学嗰阵时喺度讲紧，喂，究竟爹哋妈咪我要唔要戴口罩啊？咁你可能会视乎你喺 Richmond Hill 边一间学校啦，收到。学校俾你一封信，佢建议你做或者不做一件事，咁就变咗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咁我哋个新闻角度今日就系话想将唔同嘅角度带出，然后就话唔系话比较或者斗边个 idea 系好过另一个，只系想俾一啲资料你知道，等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咁就变咗请咗阿 Ron 同阿 Alan， 因为两个人咧，佢哋呢排都同好多唔同嘅家长去 interact 啊，咁样，咁佢哋嘅资讯就比较系最 update， 咁所以就我唔好嘥时间啦，就交俾阿 Alan 同阿 Ron。OK， 嗱，不如咁 ，Peter， 我就想听下你嘅意见。如果喺学生喺学校传染嘅方面，究竟个 risk 有几高？其实咧，政府佢哋所佢哋想用嘅方式咧系。其实是他们做的事很有道理的，只不过呢可能需要解释多一点给、市民或者国民知道背后的原因。如果当你是 in charge 的，你说是你 set 的 policy， 你会怎么 set 的 policy？ 其实、因为刚才 Ron 都说过、根本这个戴不戴口罩，其实因为我哋加拿大自由社会嚟噶嘛，咁系应该系由父母决定咯呢样嘢。咁教育局最多系有一个指引，即系可以话 encourage 或者 discourage， 但系即系最终如果个小朋友真系染咗病，你教育局系唔可以负责噶嘛，系始终都系家长做嘅事。但系佢哋而家系话唔鼓励戴口罩咧，系好有原因嘅。而我自己觉得他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想有病的小朋友戴着口罩，如果你全校所有人戴着口罩，那你很难找到谁真的有病，那对所有人的风险就会大了。但如果你全校的人是没有什么人戴口罩的，那有一两个戴口罩，那你就立刻知道其实那些小朋友是不应该上学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是对的，他这样嘅指引，但系就唔应该话完全禁止咯。好啦，又嚟到下半场嘅时间啦。咁唔该晒 Alan 咧就要有啲事赶住去第度咁样样。咁今日 Alan 讲得好，Jeff 啊，系下半场我哋要讲啲乜嘢？嗱，今日咧请咗个特别嘉宾 Dr. Peter Lau， 咁咧佢喺University of Montreal 咧 ，McGill 就有个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啦，跟住喺 U of T 亦读咗个 Master of Health Science 啦，跟住喺 University of Guelph 咧亦有个Doctor of Philosophy 喺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咁佢自己喺佢嘅 academic career 度咧就 publish 咗大概有十二个唔同嘅 publication， 咁仲 co-author 咗有个 US patent 嘅，你研究咗一啲嘢。咁但系我知道除咗你系做呢样嘢之外咧，你话过俾我听你同唔同嘅公司啊，譬如申请啲 grant 系做 research 啊，咁但系你自己本身亦呢排亦有做 3D printing 啊，教下啲细路仔呢样嘢，同埋亦会飞下啲嗰啲遥远控制嗰啲 drones， 其实你都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多才多艺啊，系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出咗个题目俾你咧，就系、是、其实系自由题，因为我知道好多唔同嘅人咧都有唔同嘅知识关于呢只 virus 或者个病。咁我就想睇下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究竟呢只病喺加拿大个环境之下会唔会传染啊？或者加拿大人本身应该有啲咩 awareness 啊？嗯，系啦，好啊，或者略略咁讲一讲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咁佢英文叫做 coronavirus 啦。其实呢、这个冠状病毒咧系
其中有另外幾種咧，係可以導致普通我哋嘅所謂嘅傷風啦 ，common cold 都係有一半係由呢個 rhinovirus 造成，而另外一半咧係有一啲係 coronavirus 可以造成普通嘅傷風嘅病徵，但係呢一次嘅 coronavirus 咧就應該係由一啲野生動物嗰度嚟，咁係變咗種嘅，所以咧就佢嘅殺傷力就好強。但是呢又没有 SARS 那时候那杀伤力那么强，因为当时 SARS 是2003年的时候呢是死亡率是差不多 10%， 因为当时是有8000人染病有800人死亡，但是现在暂时的数据显示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大概它的死亡率是2.5-3% 左右，今日嘅数据2.2，今日数据2.2。啊，多谢，呢个系咪视乎个人嘅自己个免疫能力，系咪一定系话后生就强啲，年纪大就弱啲，所以嗰个病菌就会侵蚀到我个健康咧？嗰个死亡率系讲紧全世界嘅，所以系一个 average， 一个平均数嚟嘅。咁当然，如果你个身体好健康嘅，可能你个死亡嘅机会系细好多，可能或者视乎冇病征添，你可以大菌者，但系你好强壮，所以你系冇病征，你系 detect 不能够 detect 系咪啊？冇错冇错，系由上个月开始到而家咧，有好多所谓嘅隐形病人出现咗。嗯，咁呢隐形病人咧有两个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是。他哋的身體係強壯啲，咁佢哋可以抗到啲菌。好似今日啱啱最新發現全國第四宗啦，我哋加拿大喺倫敦市嗰位女士，係一個女學生，應該係大學生，係 Western University。咁佢係差唔多係冇病徵，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可能佢身體本身好健康。但係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呢個病毒其實佢一路喺度演变紧，但系而家可能系离开咗武汉之后，似乎佢系变得弱咗。呢、這个我应该系讲一讲，因为其实咧，而家可能好多听众觉得点解呢个病毒而家全世界咁紧张咧？中国政府咁紧张，而家世卫又话系一个即系 emergency 啦，紧急嘅情况。但系其实你睇翻所有嘅数字。普通的流感呢其实每年我们死亡率是 10% 的、全世界来讲，但是很多人是不打针，是不觉得是没有帮助，但是其实如果是全世界打了针，流感是不会 10% 的死亡率的，是会低很多，只不过那些人不信，那都没办法，但是现在这种病其实它的死亡率是低过流感很多，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其实是有原因的，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因为越嚟越多人染病，咁我哋系唔希望呢只病毒会变咗好似流感咁样，每年都重复咁样翻嚟。嗯，因为如果多到某一个数字，譬如全世界有几十万人染咗咧，咁就断唔到尾噶啦，咁佢就会即系每年可能重复翻嚟，或者几年之后又会变种变得。劲啲，好似流感有阵时会变咗禽流感，有阵时有 swine flu 即系猪流感啦。嗯，呢啲变种，所以我哋而家系要趁呢几个礼拜呢、這个机会嚟，即系 stop it at its tracks 咯，即系及时停止咯。系阿 Peter，我有两个学术性嘅问题要问你。第一个。你话讲如果即系佢扩散咗，咁、咧就有机会复发。咁我想讲猪流感啊，猪流感当年咧就因为觉得佢系嗰个 mortality rate 高，咁、但系所以就即系相应嘅对措施就唔系咁多，系嘛？咁当时亦都未有 vaccine 系咪？咁、就结果咧就去墨西哥爆发咗之后，一年之后喺佢成个一年之内，即系到地方唔同地方爆发，死咗有个报告系讲紧200,000人。喺2012年翻查，组织咗系有二十万人系死亡，咁而且有并发症，因为即系嗰个 cardio vessel， 即系嗰个心同埋心脏嘅问题咧，死咗83,000人，咁系一个可好可观嘅数目。咁即系话听你讲，
会唔会即系 swine flu 亦都会走翻嚟？呢个第一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今次咁惊吓，可能程度上因为咧，大家发觉咧，佢呢一只菌咧就同呢个中东嗰个肺炎系一样嘅、嗯。中东肺炎咧，当时咧就系一只物诶，一只 bat 又一只蝙蝠，咁深烤咧就即系啄咗只即系 camel。咁、嗯、个骆驼，咁因为骆驼即系佢可能咧就即系人咧就食骆驼肉或者太接近，咁、嗯、所以咧就喺嗰度 mutate 咗，然之后我哋又 contract 咗。咁、嗯、当时嘅死亡率系36% 嘅，睇个 genome 咧就系70% 好相似。嗯、alright， 咁所以啲人一见到呢啲咁嘅 data 嗰阵时咧，今次又系蝙蝠，今次唔系骆驼，但系就系蛇。蛇亦都系人食嘅，人食嘅，即系好多人食嘅，系咪？咁、嗯、然之后 mutate 咗，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可以 contract 到。咁其中一个我自己即系谂过，会唔会即系咁？当然系，即系我觉得系有原因，啲人特别惊吓，因为中东症咧就36% 死亡率系相当之高嘅、嗯，啊，去到伊波啦，伊波咧成50%啊，系咪？咁、嗯、但系即系比起沙士就沙士10% 嘅啫吓。咁其实同普通流感一样，系咪？咁当即系我想问个问题，食嘢，譬如我食过蛇，或者食过蝙蝠，系咪会感染嘅机会多啲？因为佢所，因为我哋食嘅嘢系喺我哋人体里边噶嘛，即系变咗我哋 part of it， 可能未必一定系，但系嗰个 code 嗰啲 RNA 嗰啲 code 咧，就系即系好绝对相信嘅，系咪？咁如果系。真係有個 virus 過嚟 carry 住一啲 code， 如果你本身係自己係曾經有食過呢個蝙蝠啊，或者食過呢、這個蛇，會唔會即係個引發出現問題嘅機會高啲？呢個係第二個學術嘅問題。好，或者答咗你第一個問題先。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是、豬流感會唔會翻嚟？咁因為流感呢樣嘢就係已經擴曬到全世界，你試諗下係。全世界系冇任何一个时间系所有嘅人冇流感噶嘛？咁即是话系不停地传嚟传去噶嘛？因为你可能有听讲过流感嘅季节，咁但系北半球同南半球系相反噶嘛？咁大家喺度传嚟传去，其实系一路不停地有人有流感，所以猪流感系绝对有机会翻翻嚟，因为只要流感再。去到一啲动物嗰度有变种嘅情况出现，就会有猪流感。可能下次唔系猪流感，可能系另外一种。佢哋嘅核心嘅 molecule 都系同埋一样嘢嘅吓。唔系，流感嘅病毒系唔同嘅。系 ，OK， 即系 swine flu 系属于流感。系啦 ，coronavirus 今次状系唔同嘅，系。啊 ，OK， 咁 coronavirus 系SARS， 即系 SARS 啊，同埋即系鸡嗰啲啦。唔係 SARS， 即係我哋2003年嘅非典啦，或者叫做係 coronavirus 嘅，同埋中東嗰個 MERS 嗰個都係 coronavirus 嘅。咁哦，係啦，咁就其實三次都係蝙蝠嗰度嚟。咁even SARS 都係蝙蝠嚟噶。SARS 都係蝙蝠嚟嘅。好、oh, ，OK OK。咁因為 SARS 係蝙蝠傳咗俾果子狸，跟住再傳俾人嘅。呢個係一個 theory。哦，唔係雞，係個果子狸。係果子狸。係。咁MERS 就係、是、即係中東嗰、那個菌咧，就係落咗 camel 啦，落咗啦 ，camel flu 啊，係啦。但係而家呢個新嘅冠狀病毒咧，都係佢啲基因咧，都係最接近蝙蝠嗰度揾到嘅冠狀病毒嚟嘅，係啦。咁咧講翻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你食咗蝙蝠或者食咗蛇，系啦，蛇呢个问题咧，其实而家未证实嘅，好多都系猜测，但系冇科学嘅根据话系由系从蛇嗰度嚟，因为佢哋唔系真系揾到一啲蛇嘅基因喺入边，系咩？系未揾到嘅，但系蝙蝠就一定有啦，蝙蝠系啊，因为我 check 过，真系系87% match 嘅，佢个 RNA 同喺蝙蝠嗰度收集到，喺2015年佢哋。一个研究收集到蝙蝠入面一个病毒是跟现在这个病毒是有 87% 的 match。那你吃了蛇或者蝙蝠会不会容易啲中毒呢？是不会的。因为你14天那个 incubation period，
即系潜伏期过咗，你冇就冇事就冇事噶啦，唔会话你而家令到你个身体弱啲定系点？呢个反而系你本身嘅健康状况嘅问题。明白，明白呢样嘢，我同我女 debate 过，佢都系做呢一方面嘅嘢，咁但系就佢就喺 marketing 嗰方面，佢冇 report 讲过话，即系食嘢嗰啲嘢咧，就令到会即系、就是、你食得多某样嘢，就令到即系、就是、如果同嗰类型有关，话比较 bad， 食多得蝙蝠咧，就未必有相连关系嘅。系啦，咁头先我讲咗第一个原因，点解佢哋咁紧张咧？就系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变咗好似流感咁样喺全世界度传嚟传去，即系永远都唔会医翻好晒，好似沙士咁样完咗。咁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当系传嚟传去嘅时候咧，惊佢变种变到佢嘅杀伤力好强，咁就比较严重啦呢、这个问题。因为而家喺呢个月嘅情况咧，佢嘅传播嘅效率咧系高过沙士嗰啲好多。佢点传咧？佢即系其实家下未谂到噶。有报告话，喺中国大陆即系武汉嗰度有个医生，佢系去过几间医院当值嘅时候，咁佢系由头到尾戴住口罩，系相信 N95 嘅啲口罩，但系佢都染到病。咁佢哋怀疑系。在眼嗰度可以入到去，所以头先两位教委都讲过。我头先咧听嘅时候咧，即系想有一个问咗个问题，因为有阵时去同啲家长去到倾偈嘅时候，即系我谂佢哋最大嘅经验咧，都系俾翻2003年嘅时候，因为即系中东病毒嗰阵时，未必系最直接俾我哋华人嘅圈子啦。即系 SARS 同埋今次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即系嗰个特质。头先我听到一半啊，我亦都睇嗰啲文章，佢就话即系杀伤力咧就冇咁劲。但个速度呢就去得劲啲，就对比返 SARS 呢就嗰个蔓延呢就冇咁 contagious，但係呢佢嗰个杀伤力就强好多。即係有冇一个即係 layman 简单啲俾听众或者我自己呢都可以學習。因为有一个 compare， 我哋係本身喺嗰个华人圈，有啲人係经历过 SARS， 有啲医护人员佢哋觉得喺前线嘅时候，当时係真係好似一个好恐怖，好恐怖。That's right。我都想听下。系啦，或者喺微生物学上啦，有所谓嘅 R not 啦，我哋讲，即系一个人病咗之后，佢会传俾几多个人？即系平均嚟讲，呢、这个平均数。咁前几日就香港大学就估计呢个病最低系2.13咯。暂时嚟讲，但系应该会高啲。2.13即系乜嘢？2.13即系话，平均一个病人佢会传俾2.13个人。咁当你呢、这个 R not 呢个数字大过一嘅时候咧，咁呢个病就会一路继续咁传出去。如果低过一咧，佢就会慢慢就冇咗。沙士当年系都系呢个数字啊？沙士都系二左右嘅，但系如果你控制得到咧。咁咧，就算高过一，佢都可以完嘅。但系如果你控制唔到咧，佢就会一路系咁蔓延出去嘅。嗱，咁我倒翻转头，即系想讲即系个大局啦。点解啲人咧咁即系咁紧张啦？其实即系通常咧有样嘢 outbreak 嗰阵时咧，好多阵时有恐慌，因为即系好多资讯唔系好清楚，咁所以有所谓学术上边个叫 fear week， 即系。惊慌嘅程度，其实咧就当时咧就即系我哋未爆发嘅，已经系爆晒，即系个个都即系好似好惊咁咯啊！咁跟住咧到真系爆发，咁譬如好似即系武汉嗰啲真系爆发咗啦，咁佢当时咧就即系一路发病啊，系咪？咁跟住直至到咧第三期咧就叫 control week，control week 就应该系有 vaccine 系咪？有 vaccine 咁样样吓，咁当年沙士。其实咧就即系都唔系有一个正式嘅，或先系一个减低功能嘅作用，系咪啊？我冇记错，邓敏夫系咪？咁今次咧，袁国勇佢即系香港 U 就做咗，即系三年前已经开始做一个即系咁嘅或先，咁希望减低个杀伤力嘅。其实嗰个谂法系相当之好嘅。其实阿 Peter， 你有冇睇过即系佢阿袁国勇佢哋而家做紧啲系采用啲咩方式啊？有冇留意过？其实因为冠状病毒
都大同小異啦。咁佢可以經過上次沙士同埋呢個中東病毒之後，佢哋即係未雨綢繆啦，可以話係。咁因為其實呢啲病毒爆發係唔係話會唔會係什麼時候？即係等於地震一樣，即係我哋大聲啲。OK， 係。好似地震咁样，有啲地震区唔系话佢会唔会再地震，系一定会再地震。不过系睇下几时，可能系几年后，可能系十几年后，可能几十年后。但系根据我哋人类嘅历史咧，传染病咧呢啲病毒造成嘅传染病，每五年十年又会翻翻嚟。咁嘅情况底下，佢哋就几年前就开始研究一种疫苗是可以不理你这种新的病毒是什么，总之会有少少的效用的，因为它用之前那些病毒来 作参考，即等于你流感的疫苗一样，有不同的 strain 的嘛。但是你就算你那个 strain 是不同的，但是你都会有保护的作用的。它是不是核心的原理，即好像 Coney Cough Rule 那样，有个 Benzene Group 里面有些 Corin 啊 Iodine 啊是这样吸，是不是咁如果佢有相对嘅元素，即系吸咗佢，令到佢唔产生，即系类同咁嘅科技，然之后即系 reduce 咗佢可以再生嘅能力，系咪大致上都系用嗰类型嘅嘢？其实佢哋系研究呢个病毒点样入去你个细胞入边，咁佢发觉系同 SARS 同埋以前中东嘅病毒，因为佢基因系咁相似，其实佢嘅方法系一样。所以大同小异，即系睇佢点样解码，就阻止佢解码嗰个方法咁样样吓。冇错。咁即系可能制造一啲环境，令到佢冇咁容易，即系可以结合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做咗呢样嘢，唔系话今次，总之系类同系冠状嘅病毒咧，都可以适应噶，系咪？咁如果去到即系 influenza， 即系感冒禽流感嗰啲咧，又另外一种元素，系咪咁噶？是啦，流感又另外一种病毒来的，所以是不同的。但是因为 SARS 和这个中东病毒和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同一种病毒，所以就等于一个餐厅它已经煮好了一些不同的菜，那个客人点菜要什么的时候，那就加一些东西下去，或者整个不同的粥这样。那还有就是它找到一个 formula 可以做，它要试的过程，咁當然而家試緊動物啦，係咪？咁話通常個過程，如果就算係趕都要成個月嘅，係嘛？可能係講緊兩三個月嘅時間。兩三個月，但係佢有陣時可能會快啲，即係 parallel 咁 test。你到咗兩三個禮拜，依個似乎有啲成效，咁啊，因為要救人，救啲死人，可能就即係揾兩三個試咁樣，即都未定啊。係啊，其實美國方面佢哋有一啲特別嘅exception 可以話係即係例外嘅情況。如果你個疫苗係唔使試人，喺慳翻啲時間，可以係有機會救到好多人嘅話咧，咁佢哋係會批准嘅。會批准嘅，淨係跳咗呢個人類嘅測試，淨係動物係啊，係有咁可能。咁其實即係即係我唔知你兩位有冇其他問題。如果冇，我就想問咧一個 vaccine 嘅問題。呢、這個即係好成日都翻翻嚟嘅 vaccine 嘅 success rate 大約咧就係60%。即是很多人估计，所以很多主流，尤其是即是 high income 那些，他是即是不是即是很愿意做这个 vaccine。其实你从这个即是化学生物的角度，是即是怎样评估这件事呢？其实我们生物学上有一样叫做 herd immunity， 即是你群体的免疫力。那大家去打这个疫苗，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本身咯，因为有些病是你感染了之后你自己可能没什么症状，但可能你会遇到一些老弱的人，令到他们染了病之后可能他们死了或者很严重的病。所以所谓你虽不杀白人，白人为你而死。是的，所以其实疫苗这件事是大家的社会责任，可以说即可能对你是有不便，可能有些人打了针之后第二天可能有少少不适啊，但是即整体来说 是应该
做的事咯，一樣就等於頭先口罩的問題，即係亦都有啲案例話，即係話打完疫先之後，突然間有併發症，令到佢有死亡。呢啲個例我哋都有聽過。咁但係即係整體上，即係喺個 health management 嘅角度咧，其實呢樣嘢係對整個社會係有幫助。所以其實即係都勸喻多啲人，即係打呢個疫先係比較好嘅嘢。是没错，同埋每一次有疫症嘅时候呢，都会有一啲人喺度讲一啲係冇科学根据嘅嘢，而即係好似令到大家都好担忧咁样。好不安。係啦，好不安嗰啲 conspiracy theory。其实讲緊 incubation 嗰个 period 呢，初我哋认为14日。但今日 即係 Ontario 嘅 medical chief officer， 佢已经走出嚟讲，好似 deputy 讲嘅，係 average 五日。嗯，因为他讲过的同数据下，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反而即系，因为已经爆发咗好耐，中国吓，如果系即系出咗事嗰啲，已经大家知道噶啦。咁同埋中国方面咧，就即系已经知道，如果知道嗰个人发病系唔俾佢上机嘅，而呢个已经系即系已经讲咗出嚟。同埋今次中国嘅即系动作都好快，咁所以大家即系要即係唔好，未必一樣件事有大家想象咁壞。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喺目前嚟講，我睇唔到即係冇科學根據話一個嗰、那個即係 coronavirus 喺即係加拿大爆發。嗯哼，因為就算講緊四個 case 係一個，我覺得係好 isolated 嘅 incident。頭兩個 case 個太太已經一早喺屋企啦。嗯，咁先生今日已經 release 咗啦。而第三個症狀安省 Western Ontario 嗰、那個。佢系冇symptom嘅，但系佢系跟足指引做。其实喺生命嗰方面咧，个个人都担心，所以佢知道佢有咁嘅症状，尤其是喺中国过翻嚟嘅，佢一定会系跟住个即系指引去做。佢仲惊过你系嘛？喺生命之前，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相信个制度，加系 work 嘅吓。嗯，同埋喺阿 Peter 未回答啊，同埋阿 Ron 未讲之前咧，嗱，我哋十一点钟呢个电台节目就系停啦，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想继续听我哋讲嘢咧，呢一分钟呢一刻你即刻去 Facebook， 你揾 Alex Siu A L I C K S I U Alex Siu， 佢而家做一个 Facebook Live， 咁我哋十一点之后会继续个 Facebook Live， 我哋四个人会继续喺度讲嘢嘅。OK，sorry，Ron 或者 Peter， 我头先咧。啊！唔记得咗嗰条问题添，你准啦。我其实、我代收音机旁边嘅问一个问题：如果今日2020年嘅1月31号礼拜五，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感染咗，或者会唔会太迟去打 flu shot 咧？虽然我知道 coronavirus 系冇 vaccine 嘅，但我打咗 flu shot 都会令到我身体强壮啲，就免得我真系感染到 coronavirus。系咪其实而家去打 flu shot 系一件好事咧 ，Peter？如果你之前冇打过 flu shot， 咁都应该打翻嘅，但系对 coronavirus 系冇帮助嘅，应该冇错啦，因为佢根本唔系嗰只嘢啊嘛。exactly， coronavirus 冇呢个疫先。但系 flu shot 都会令到我个身体强壮啲，不会因为 flu shot 通常系三只唔同嘅 virus strain， 起码我自己唔会病而个免疫能力弱咗，咁就可以抗，就可以抵抗到 coronavirus。但系你有谂法啱定系错？你有 symptom 就唔应该打 flu shot。我就想知道 Peter 个睇法啱定错？哦，但系如果你有 symptom 系唔应该打 flu shot 啦，系啦，冇错吓。头先你讲话你有 symptom。Ron， 我首先想起那个 incubation period 呢，即是我看过不同的报告，他说去到最 update 的时候甚至乎有些两日，他说 maximum 去到14日。之前早几日的时候，因为 every day is changing information， 就说可以去到17日。即是其实这个他是怎样的估计，即是科学家呢，他们是怎样去到 是一个probability 啊，呢一啲 stat 啊，十秒答啊。其实呢、这个病毒咧已经系去到可能五六代啦，第嘅病人，所以佢一路系变紧，所以即系你一样变紧嘅嘢，你要估计佢系非常之困难。所以系咁啊，跟听翻佢 average 五日 ，OK。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为止。如果你继续想听，去 Facebook Alex Siu 嗰度揾 Alex Siu 就得噶啦。多谢，拜拜。可以继续啦，有冇嘢继续讲？其实。有，但我哋要講大聲少少。好啊，我幾個叫我哋 speak louder。係係 ，speak louder 啦，係啦，係。我就可以俾少少即係對於家長有一啲嘅，而家咪出緊聲啊？係，嗰邊個全部都出緊聲嘅，全部都出緊聲。得啦，唔使用緊麥嘅，就咁講。
咁嗰、那個有家長問啦 ，Sir Tyson， 咁啊小學嗰啲就好想學校去 provide sanitizer 洗手液，咁就跟住即係我得到教育局嗰個解釋，即、就、係、是、我都某程度上咧，我都會去到同意，就係咧 sanitizer 俾啲太細嗰啲小朋友咧，佢可能會當咗。即係蒸咗落個口度，所以雖然苦啦，佢即刻會唔飲啦，但係佢已經落咗去啦。咁就佢哋會俾嗰、那個俾佢哋可以會自己大少少，譬如三四年級啦，自己帶一樽 pocket size 咁樣樣咯。但學校咧，即係教育局咧，第一嗰個 purchasing process 咧，你等到佢個 processing process 咧已經孭曬啦啲係，所以係一自己帶，即係學校冇嗰個 budget 去啦。咁我想話翻俾啲。家長聽到，即其實你可以自己要帶嘅，即其實呢個洗手液其實都係一個我自己都有用嘅，係啊，同埋而家 so out 啦 ，Perel 冇用噶嘛，即廣告話殺唔到，即呢個 virus 噶嘛，反而用翻簡洗手，洗乾啲，洗長啲，嗰、那個方法仲好噶嘛，嗯，係，其實大聲啲。呢、这個洗手液的問題，因為呢種病毒佢傳染方法可能唔單止係接觸，可能係近距離嘅唾沫，係啊。Airborne， 所以如果有個病人喺你面前咁打哈嚏，你幾多洗手液都冇用。但係當然係幫助到你，可能掂咗啲嘢係個病人掂過嘅，咁跟住你用咗洗手液，咁就減低咗。我問一個防疫問題，即如果佢真係有個人，我唔知佢係咪帶病者，但佢真係打咗個哈嗤，真係咁啱佢快得滯，我即刻去到洗，即係呢個動作已經係 too late 啦，定係都有個機會咧？已經 too late 嘅其實。已經 too late。所以你應該係避一避。最好做嘅嘢就係自己身體強壯，可以。萬一變到病，咁都可以抵抗得到，因為就係睇翻個死亡率其實好低嘅，比起流感嚟講。所以如果你覺得流感係冇乜嘢，你都唔去打針，咁你根本就唔需要驚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只不過我哋咁緊張係唔想佢留喺呢個世界上係傳嚟傳去咁樣嘅意思，同埋驚會變種。咁我想問一個學術性嘅問題，呢個就比較重要啲嘅。咁通常咧就即係家下即係啲人講沙士嗰陣時咧，就係初頭咧就係即係由動物去傳俾人，跟住人傳人，咁然之後咧就人跟住咧就慢慢咧有啲物質之後，咁然之後就即係令到佢擴展翻喺動物，喺嗰、那個即係離開即係人嗰個做法係點樣叫嚟咧？即係我。因為我聽到他們講，但我不知道真實怎樣發展，即是怎樣發生，是用什麼方法令到它不再擴散呢？其實不再擴散是只有幾個方法的，就是一是病人死了，或者他們補回了，那你說他回到動物那裡，其實他不是回到動物那裡，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動物，那些菌依然是那裡來的，都是還在那裡，你如果去譬如亞馬遜森林，你去斬好多樹，咁跟住有啲新嘅動物走出嚟，你又會惹到啲新嘅動物。明白。咁所以只不過係即係有事嗰啲就搞掂，就去咗啦。係啊。冇事嗰啲就已經係頂住咗，唔再擴散。係啦。同埋佢哋佢本身有免疫力，可能呢只病毒佢唔識點去適應嘅話咧，咁你係唔會再染病嘅。但係流感，因為佢成日都會變，所以我哋有咗流感之後好翻，下次又有第二隻 strain， 佢表面嗰個 coating 有啲唔同咁樣，我哋又嚟過係啦。但係呢只菌暫時就未見到係咁樣咯，因為 SARS 佢冇翻過嚟。所以所謂即係話佢離開咗人類，就只不過係我哋 contain 咗佢，咁跟住就唔再發生。即係譬如好似嘅情況，好似蜜蜂，所有。即係細菌去到蜜蜂嗰度停到啊嘛，所有細菌去到鯊魚就停到啊嘛，因為佢有抗體令到佢打散曬，即係所謂我哋啲九陰真經或者咩九陰神功吸精大法搞掂咗佢喺度 contain 咗喺自己嗰度，
其實就係咁個過程。但係又要講翻細菌同病毒唔同啦。細菌因為係佢本身係一種生物，即係佢可以喺啲環境上，譬如喺個台上面，佢可以生存好耐，因為佢自己係細胞嚟嘅。但係病毒唔係啊，病毒冇咗個 host， 冇咗個帶菌者，佢就會死㗎啦。呢啲所謂嘅 virus 一定要有人體或者發咗喺動物嘅身體，或者有啲傳播媒介，譬如水啊嗰啲，水都唔得係嘛？水都可以嘅，短暫時間，因為水入邊都有好多。即係好似空氣都短暫時間，係咪明白？咁就唔會太耐，就唔會太耐。咁即係要有個 media， 有個 media。咁變咗最致命嘅細菌，唔係病毒。最致命嘅病毒咧，係未必係殺死最多人嗰啲，因為而家譬如伊波拉之前啦，佢一爆發，你全部啲人死曬，咁而佢就即係未傳到，好多人已經死曬啦，嗰啲人。咁就一波就過咗，咁就可能冇擴散，係啦，所以就冇擴散。但係如果你擴散得好快，好似而家呢種新型冠狀病毒，但係你好多病人係隱形病人，亦都冇乜病徵嘅話，咁變咗係傳播得好快，咁又停留咗喺呢個社區裏面，咁就會變咗可能幾百萬人染病。如果控制得唔好嘅話，咁你幾百萬人，你2% 死都好緊要喎，係咪先？都係幾萬人。有冇 question？ 有，我有問題。嗱喺多倫多嗰兩個病例咧，就係喺武漢有個帶菌者上咗飛機，跟住嚟到多倫多之後，佢自己自愿隔離咗自己，但係佢發覺佢有症狀，所以佢就去咗 emergency room， 然後就斷定咗佢係帶菌者而係有 symptoms 㗎。咁我想知道，因為飛機裏邊究竟係咪照我所知嘅 air filtration system 係不可以將 virus 係隔走？咁即係話其實嗰十幾個鐘頭嗰個人喺飛機上裏邊，佢已經係一個帶菌者，但係佢可能已經傳染曬俾佢成架飛機所有嘅人。而我哋知道佢個太太亦係第二個喺多倫多嘅病例。咁即係其實喺嗰架飛機裏邊嘅人應該全部都係帶菌者，但係可能有一啲係冇病徵嘅。咁我想就你講咗呢樣嘢先，究竟我呢個諗法係正確定係不正確咧？其實如果依一個第一個病人同埋佢太太第二個病人啦，佢哋如果喺飛機上面係冇戴口罩嘅話，咁係好有可能係有其他嘅感染得到。係好有可能其他人感染得到，咁同飛機呢、這個filtration system 冇咩關係啦。因為當然你如果口罩都穿過，filter 唔到，根本係啊。你就算 filter 咗，可能你幫到機尾嗰啲人，但係佢坐附近嗰啲人一定要 check 咯。佢兩個 filter 啊，因為佢話呢個 molecule 嘅重量比較重啲。所以去個距離大約一個 meter 到，咁所以佢整咗兩個 meter 嚟做個 parameter， 咁佢 check 嗰十九二十個人，咁然之後咧就佢初做兩個 test， 咁後屘最近多咗 test， 咁就所以就變咗五個 test， 咁呢個女仔咧就點解咧佢睇到佢即係好 close to positive， 咁所以就掟去 Manitoba 嘅 National Center 嗰度再試，咁發覺 positive。咁所以成日講翻你嗰樣嘢，呢個女仔咧，呢個香你20歲嘅男生，可能佢身體好，佢根本上有嗰啲菌，因為佢好跟住曬所有 testing follow 曬有啲 symptom， 但係佢 contain 到，咁所以正所謂你所講，去到某些人可能就爆發咗口渴，即係因為佢免疫能力冇咁高，免疫能力高嗰啲就頂住咗就 contain 咗佢，咁就慢慢自然流失，咁所以其實其實嗰、那個。對大家嚟講，又亦都唔使話咁緊張，因為加拿大未爆發，買多啲維他命 C， 食多啲維他命 C， 食多啲生果啊！嗱 ，Alex， 你頭先提嗰個係第四個案例嘛？Western Ontario 嗰個女仔，咁我有第二個問題 follow up 就話，有啲國家因為佢知道喺飛機艙裏邊係可以感染到其他乘客，咁佢哋就話喺中國嚟嘅飛機就不可以入我個境啦。咁但係加拿大就冇做到呢樣嘢，
咁你覺得其實究竟要去到一個乜嘢嘅呢、這個全世界要去到一個呢、這個疫症去乜嘢嚴重嘅情形之下，我哋先要需要成個國家係 quarantine， 話外國嘅飛機如果係喺一個有細菌有疫症嘅國家就不能夠飛入嚟加拿大咧，需唔需要去到一個咁 drastic 嘅處理方法？其實 WHO 嗰個指引係最重要啊嘛，而家佢已經話咗你個 global emergency， 咁其實即係儲到政府可能會即係作出一個調整嚇。我去 piggyback 阿 Jeff 嗰個問題咧，就係頭先佢講到嗰、那個大聲少少。Jeff 頭先個問題你講一次，你首先最快，你頭先。哦，使唔使 quarantine 啲飛機由任何一個國家嚟加拿大？係啦，即係嗰個quarantine 嗰頭先講過嗰個 2 meter 啦，咁就假如嗰個帶菌者。佢去到同即係第二名咧係佢個太太啦，咁今日已經出翻院 ，that's one good thing。咁另外咧，即係我今日聽到即係講 Weston 呢個女仔咧，即係睇到個 article 就係即係佢係冇翻過學校。咁其實即係如果佢冇接觸過嗰啲環境時候，即係其實即係想俾到個普羅嘅 message， 即係 Weston 咧都仲係安全。因為佢根本唔喺嗰個地方出現啦。係啊，冇錯。係啊，係喎。同埋我唔想話特登針對由中國嚟加拿大嘅飛機，因為呢個我諗係不公平。我意思係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斷定咗係佢已經有呢個 virus 嘅話，咁嗰啲乘客可能係帶菌者就嚟到加拿大，加拿大會唔會應該有少少佢個 procedure 處理咧？唔係特別針對中國，對唔住啊。但其實加下佢今日已經講指引，已經講出嚟。今日第 CP24 已經訪問咗，佢嘅做法咧就係話，佢有醫療人員喺中國航機翻嚟嗰陣時，佢哋做 screening， 咁然之後做個評估，咁然之後如果係覺得係要即係嚇做多次health procedure就會做，咁加已經有程序已經傾完咗噶嘛。嗱，咁但係佢喺飛機裏邊，你未落機之前做個所謂 screening 咧，佢係揾個 thermal detector 照下你，或者 infrared check 下你有冇發燒。咁但係其實我就想知道，究竟而家有冇一個方法，我哋真係可以 detect 到，如果一個人係冇 symptoms 嘅，我哋點可以 detect 到佢係咪 carrier 咧？係咪淨係 blood test 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而家睇翻中國的數字咧，你見到湖北省佢哋染病好多啦，死亡率好高。咁你睇翻第二啲省都有好多病人嘅，但係佢哋死亡率低好多。低好多嘅，係啊。咁你就開始見到其實第二代、第三代病人、第四代佢人傳人嘅時候，這個病毒已經越嚟越弱。所以先會有隱形病人嘅出現。所以大家你話隔離呢啲飛機咧，其實你就算 check 曬你體温係冇用嘅，因為可能有隱形病人。所以呢樣嘢好似好擔心，但係另外一方面，你諗下，如果染咗病，可能冇乜症狀嘅，所以心裏安樂啲。嗱，我驚有人睇到呢段就覺得會聽錯咗，話呢個 coronavirus 個病毒越嚟越降低佢嘅殺傷力。而因此佢就不會去防備，即係話唔會洗手，唔會戴口罩，亦去同去啲 crowds 裏邊同好多人接觸。我就想你 clarify， 究竟係我聽錯咗你啊，定係話我想知道 coronavirus 呢樣嘢係會 get worse 啊，繼續差啲啊，定係話已經停咗喺個巔峰？即係人傳人之後過咗幾代係咪會差啲？去咗一個 tipping point 啊，定係我哋而家係 decelerate 緊？暫時嚟講，因為其實我不可以講一樣係講，因為呢個病毒係好多個人身上有呢個病毒啊嘛，咁係即係呢個人身上有病毒點樣變同呢個人身上係唔同噶嘛，咁所以所有嘢都有機會發生，可能會變壞都唔定，但係暫時嚟講有呢啲隱形病人嘅出現，即係似乎係變弱咗嘅，係啦，似乎係變弱咗，暫時嚟講，咁但係唔代表。係不久嘅將來，佢會接觸到第二啲菌，交換基因，跟住會變得更加
厲害，更加殺傷力更加強，但係暫時就未咁嘅情況。今日好多謝阿 Peter， 哇！呢個即係好講嘢，好謹慎，同埋即係好清楚。多謝曬。咁我哋你個 video 出咗嚟咧，應該就即係啲人更加清楚。我呢邊唔知收音會唔會咁多。好啦，咁啊，唔該曬阿 Ron 啊 Peter， 咁啊 Jeff 嘅 organizing，OK， 拜拜。跟住我哋又同呢個講聲拜拜，等阿 Alex 領埋過嚟先，好。拜拜。Thank you。